做拍个30订阅嘅 Q&A， 其实我而家已经36嘅订阅噶啦，就嚟40噶啦。咁我今日咧就会回答大家嗰九条问题。陈慧芝 Cherry 就问到你的生日，咁咧我嘅生日就系2012年4月15日。咁村明 Chan 咧就问到几时落面啊？咁我应该谂佢系想讲露面啊。咁我谂我大概10000订阅嗰时先会露面嘅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啊。咁 Max 烧烟就话佢想听我吹 obo 啦，咁就完全冇问题嘅。咁英式咧就问我想去边度旅行喎，咁我就会想去日本同埋韩国啦，咁你哋就自己谂下点解啦。咁 GG Chan 咧就问到 Which celebrity do you like 啦，咁我咧就中意就真系比较多啦，咁就大概70多个咁样咯。威英 Lamb Chan 就问到你最喜欢哪只卡通人物，那我呢就最喜欢Cookie Monster 咯。那 Samson Chan 呢就说好想听我用 obo 吹完整版的歌，还有有没得点歌啦。那呢给我听我吹完整版的歌是没问题的，咁可唔可以點歌咧？都係冇問題嘅。咁 Matchin 咧就問到你啲片用咩 app 嚟整噶？咁我啲片就係用 iMovie 同埋奇趣拍整嘅。Matchin 就問到可唔可以同你家姐同埋公仔朋友演一個故仔啦？咁咧就暫時就應該唔得啦。咁 Cottage Slime 就問到 ，Can you mix your slime？ 咁就冇問題啦。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，拜拜。